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唱歌。然后就是奕晨在跟我联络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到我们来唱一些跟学院学潮比较有关系的歌。然后其实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样子的歌曲其实并不多，因为个性不合。因为鄙人一向是中规中矩的中产阶级，这好吃三中，对，是良民，所以不太会写抗议歌曲。但是为什么会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来发表作品，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在我台湾研究所的那个暑假，然后我就陪我弟去录了一集《百万大歌星》，然后那一集呢，就刚好歌手不会唱，我就上去唱了一句，然后拿了3000块，然后就被看到了，然后就被叫去写那个人民作主这个运动的主题曲。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参与过这个运动，它是那个林益雄先生跟核四公投促进会发起的一个，就是要求修改公投，废除鸟笼公投，然后包括一些 ECFA 的争议，包括美牛的争议，都应该交付公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运动。那现在就也废话不多说，就为大家带来这首《人民作主》。
现在还要自己作飞哦。唱完了，谢谢。好，接下来我要背吉他了。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其实我本来以为会打字幕的话，大家可以一起唱哦。就是这首歌，其实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它是一首日本老歌，然后也有国语版，叫做《祈祷》，大家有听过吗？有。我们敲响的钟，但是我今天不是要唱这个，我是要唱呢，因为后来人民做主运动呢要办活动了，然后呢他们又叫我写一个歌，然后那一次呢就是选了一首歌，就选这首《祈祷》，然后叫我呢重新填一个跟人民做主有关的歌词，然后我那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民做主，讲到决定啊！人民做主，讲到决定啊！这样唱下去，大家会疯掉。然后我就决定说呢，既然这首歌已经有国语词，而且国语词写还不错，所以呢，我后来就想把它填成一个台语词，然后大家听一看，祈祷。
去张漏。那接下来呢，就是主办单位希望我来朗读一首诗。那这首诗是2010年第13届台大文学奖首奖的作品，是我硕一的时候，等于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唱歌。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之前就是很荣幸，就是跟刚才的张瑞泉老师还有考秋晴他们一起出现在一部纪录片里面。然后那部纪录片叫《好国好民》，它是探讨台湾认同的问题。然后当时导演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回去反省了3天，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写台语歌这件事情。好，刚才已经有祈祷是台语歌，对不对？但是祈祷是在这首后面写的。就被导演问了那个问题之后呢，我就连续写了2首台语歌。那接下来要唱的这一首呢，就是我第一首写出来的台语歌，然后也有在那部纪录片《好国好民》里头有演唱过。然后我也有说这首歌是送给我的阿公跟阿嬷的。然后老话是阿公在天上，阿嬷在家里，这样子。然后这首歌因为有一首很好听的台语歌叫《安平追想曲》，大家有听过吗？有，对，就是台南的安平，然后那一首台语老歌叫《安平追想曲》，所以我就觉得呢，我一定要这个怎么讲，试图有朝一日可以超越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叫《蒙甲追想曲》。Thank you.
姿势越唱越奇怪了，因为我刚刚在 stand by 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最近就是写论文太累了，一定要归咎给论文。然后呢，刚才我的脚就开始抽筋，刚才是左脚，现在变右脚，所以我要来补充一点冰。然后接下来这首呢，因为我跟大家快要睡着了，接下来这首歌比较快一点点，然后也是跟可能跟一些社会的议题比较稍微有点关系，主要也是在讽刺媒体的一首歌，对，叫《无望再举》。大家知道金门的那个无望再举吗？对，现在比较不会被提到这个东西，但以前蛮常提的。然后我就把它因为用谐音，把它改成无望再举。会给大家这首歌曲。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要再多喝一点冰。就是刚才也是今天表定的最后一个表演，那大家如果觉得听了觉得还
蛮开心，然后觉得今天来这边还算有意义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再给我们的几位的今天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讲的演唱者一个掌声？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一阵子是发生非常多事情，像今天早上在 AIT 前面的那一波行动，那给我相信给了蛮多人都一个很大的震撼。那拉镜头拉回来到台大这边的话，那我觉得我这边也是很多事情。我们陈文成的纪念碑，那在台大里面的推动还在不断的努力的在做。那绍兴南街的事情，经过我们的抗争以及体制内一些活动之后，现在还没有获得一个解决。那明天又要开校务会议。那今天副校长又出来讲说我们要涨学费，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真的是个多事之秋。那可能大家真的要非常努力，然后咬着牙，那我们一起去把这些问题做一个解决。那我觉得，但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我们还有可能我现在站在台上，还有台下一些人，我们这些我们自学运动者这些人，其实我们是觉得非常，不能说骄傲，但是我们至少是觉得我们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对，那就今天我们有准备最后一首歌，那等一下这首歌应该蛮多人都会唱，那我觉得也适合在今天这个已经很晚了，已经快十点了这个时间。那如果那我们等一下会有歌词，那大家如果可以唱的话，就大家一起唱。那我今天因为感冒，然后就昨天没有什么睡，那今天可能等一下声音没有很好。对，不是我要唱，大家不用担心，就不用离开。对，那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唱。Oh,
大家跟着一起唱。谢谢各位。